吹短打，劳动广东工人伟大，我们的旗帜用鲜血描画，中国文明传承光大，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最中国国典记大厦，锤断打，培养劳动者的骄傲，我们的旗帜用鲜血描画，闪耀新时代的光华，不愧大国梦想，掌心筑梦挥洒汗文明传承光大，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吹中国国典记大厦，在坚强小康的路上，为强国梦冲撞出发，我们的旗帜用铁锤锻打，飞扬劳动者的骄傲，我们的旗帜用鲜血描画，闪耀新时代光华，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一鸣惊人栏目隆重推出国庆特辑，今天的主题是奋斗。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特别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代表来到一鸣惊人的舞台上，讲述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的奋斗故事。同时呢，他们也将和戏曲名家一起用精心编排的戏曲节目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那今天第一个要登场的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那咱你们能不习惯了？我叫杨天益，是一名普通的农民，也是一个旗迷。2003年，靠着修飞饼赚的一点儿钱，我当了大富翁，搭起了这里第一个剧团。为了办好剧团，我办了个作坊、仪统、有戏，大家白天助攻，晚上演戏。我希望让大家在创戏的同时又能占有生活费，剧团这些年了一路走到现在，人越来越多，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要一路走一路唱，唱到人民心里去。
谢来自江西的朋友。那谁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剧团呢？我们团长杨天义，还有我们县里面的负责人都到了现场。您是想请他们二位来介绍一下咱们剧团是吗？啊，对对对。好，来我们掌声欢迎两位，有请。你好，欢迎欢迎。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农民剧团好吗？好，我们水南农民剧团是2003年成立的，剧团演员有26个人，他们都是平时都是拥挤在我家里排练演出。现在啊，我们的剧团啊，有半数的人员啊是在我斧子堂里住宿，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也更乐意演戏了。好，谢谢杨团长的介绍。我们也请旁边的这位给我们打个招呼，做个介绍好不好？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是吉水县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文联主席。对我们这个农民剧团呀，我理解他的宗旨是让农民演戏，演农民自己的戏。例如呢，我们今天带出来的一个戏啊，就是把国家的扶贫政策、扶贫信息编成了一出小品小戏，主要是让农民群众受教育，让干部受到启迪，传播正能量。这个说得太好了，谢谢部长的介绍啊。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歌剧《江姐》，这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今天是不是还带来有咱们自己创作的剧目啊？是的，等一下就请我们欣赏由我们水南农民剧团自己编戏、自己演出的一出啊帮扶一个小戏。好，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他们却又是贫困户。我们厂正在搞精准扶贫，我啊想要你帮帮他们。太哥，太嫂。钱你就干啥不得送我？你俺娃要告诉我们做啥个辅助，给他小小个辅助，我掐
哎呦，都是吃压力哟，还怕咋个能脱去贫穷？哥，你就是挖得起房，我也不相信呢。太哥，太嫂。家境很特殊，特殊事情特殊处，全套设备送给你，包教包会全技术啊，做主辅助常保守，你在家里把钱数。我就是真心诚意的保护，这就叫做精准扶贫。对，老公。老婆。我推磨来，你放倒，你放倒。小的付出啊，就能让我们脱贫致富，哥，哥不是做梦吧？不，哥不是做梦，哥这才为你们圆梦。啊！我们满怀热血与赤诚，向伟大祖国献礼致敬。
同心共筑中国梦，各行各业呢都有属于他们的奋斗故事。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民航下属上海华港雅阁酒店的职工们。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我是一名粤剧爱好者，2016年我加入了上海静安青年粤剧团，邹红老师和宋慧玲老师一直教导我唱戏要用心，要用情。酒店在了解了他的故事后，非常感动他这么多年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粤剧的可贵初心。现在戏曲作为我们企业文化的重要一部分，提升了我们整个团队的凝聚力，这就是戏曲赋予我们的最重要的意义。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代表们上台，来有请。欢迎，欢迎，欢迎三位，来跟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酒店的总支部书记林媚芳。谢谢大家。我是酒店的一名95后的一名职工，主要是做党务工作。谢谢大家。欢迎欢迎。你好，大家好，我是前厅部经理曹伟业。欢迎经理啊，你看经理、书记还有我们的职工代表都来了。我们书记介绍一下，怎么就想到把我们的戏曲文化放在了我们的企业文化当中呢？是这样的，我第一次看到我们陶经理的演出吧，是在一次春节联欢会上。他演唱了一段《沙漠王子》粤剧的，当时我非常的震动，我没想到我们的员工会有这么杰出的才能吧，他演得非常精彩。后来了解了他的故事以后，知道他这么多年，非常的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致力于粤剧事业的传承，所以他这份初心我觉得非常的可贵。现在呢，以我们在我们酒店形成了以曹经理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戏曲爱好者队伍。我们说新时代了，就要有新的风貌、新的变化。传统艺术怎么样和我们现代题材的作品融合呢？这点有没有想过？在我们酒店领导的支持下，我们用粤剧影派的唱腔改编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经典歌曲。太好了，那今天来到我们一鸣惊人的舞台，是不是跟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带来这个引派风格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呢？可以，当然没问题。好，来，我们掌声欢迎。当天，我把刀。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德国鞭子走的人，德国鞭子走的人，走的收看到的是一鸣惊人栏目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隆重推出的国庆特辑。那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奋斗。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常州拓展机械有限公司票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高文龙，是常州市经济研究会的会长。在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雷打不动的为我们常州市民啊免费的唱戏表演。因为我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京剧，所以在七八年前啊，我就搞了这个房子，组织了一帮子志同道合的票友，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谢谢来自常州拓展机械公司的三位大姐啊，给我们带来一个《红灯记》的选段。哪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这个票社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呢？我们现在的票社有100个人这样。这么多人呢？是，我们票社还买了300多件的那个戏服，还有道具，还有头盔，还有鞋子什么都有的。我们的票社社长还经常跟我们说，让更多爱好京剧，广大的爱好者，来参与，弘扬我们的国粹，传承我们传统文化。就是不光要自己唱，还希望有更多的爱好者加入进来，对是吗？对 对, 对。哦，那社长是哪位？社长是高文龙先生。高先生。我们的董事长是袁玉芬女士。哦，来，有请两位上来。哎，你好，高社长。你好，你好。高社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出于一种怎么样的考虑要在一个机械公司里办一个票友的社团呢？我从小受我父亲的影响，从小就爱上了京剧。我在80年代初我就自己干上了个体私营经济，挣了第一桶金。然后呢，在这个春风得意的时候啊，我们企业遇到困难了，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赵氏孤儿，用了这个赵氏孤儿里面的真正的那个唱段的精神做了自我道歉。所以在1990年我一企业管理遇到这么大的危机，就这么很轻松的我就度过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啊，我就许下诺言，在我法定退休的时候，我一定来办一个好一点的票社，来回报我们的传统文化京剧。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夫人，也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我先生喜欢的我也喜欢，我一定支持他，希望在座的全国人民到我们江苏常州来玩。您和您的员工是不是还得再给我们再来个节目呢？我唱一个《我是中国人》，表达我内心的这个感受。那么接下来呢，一块来欣赏江苏常州拓展机械公司票社哎为我们带来的《我是中国人》。
前爱三分。新使命，踏上新征程，与祖国同心，与祖国同行。我们满怀热血与赤诚，向伟大祖国献礼致敬。说新时代的奋斗者们用纵横天地间的气魄，在新征程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企业，就是以大国的工匠精神参与了很多重大工程建设。一起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北京城建集团。城建36载，他们是建设者，也是兴趣人。我是贺梦秀，是一名会计师。2年的经济学习让我更加大胆自信。我叫朱丽萍，是一名造价师，工作要认真钻研，学京剧也要全身心投入。我叫陈辉，是施工组审查工程师。京剧班的氛围使我深刻感受到团队凝聚力。我叫曾丁丁，城建集团项目安全总监，将学京剧的韧劲用到工作中，始终把好安全关。我叫张佳明，是建筑师，学习国粹，从戏曲角度了解传统文化，在工作设计中得以彰显。北京城建集团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者，让国匠赋予国粹之灵魂，让国粹给予国匠以启迪，让中华民族文化在创造中升级转化，在传承中发扬光大。这些演员呢，其实都是城建集团的职工，是吧？对的。那日常工作那么繁重，各种的建设项目，那你们平常还有其他什么演出机会吗？这个请我们的那个集团工会副主席李小威先生，他会给我们介绍介绍。来，有请我们集团工会的副主席。
请李小薇，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想成立一个京剧社、京剧培训班？北京城建集团承建了国家体育场、国家速滑馆、国家大剧院，还有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承建了一系列的国家重点工程，被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誉为国将，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而京剧作为国家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被称为国粹。我们的职工之所以选择学习京剧艺术，就是因为京剧博大精深，讲政治有规矩，讲创新有包容，讲诚信有忠孝，讲故事有激情。这和我们北京城建集团创新、激情、诚信、担当、感恩的企业核心价值观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就是我们选择学习京剧的原因。特别好啊，但是呢，来了不能光演一个节目，对吧？接下来还会给我们电视前的观众带来什么样的节目？下面这个节目反映了我们城建职工的心声，是我们城建人的真实写照，节目叫《城建一家人》。接下来咱们一块儿来欣赏一下来自北京城建集团带来的《城建一家人》。老伴儿啊，今年是新中国七十华诞。老头子，今儿也是您七十大寿。哎呦，真是喜上加喜呀、啊！那你得准备准备啊。放心吧，都备齐了。刚才儿子、闺女打电话，有喜事儿告诉咱们。都这会儿了，怎么也不回来呀？估摸着快回来了。烟囱挂断，鬼见大枪见人无，也穿的一吊车儿稀罕。抢险任务完成了，是胜利完成任务，领导还要嘉奖我们呢。哎，真是好样的，好样的。老头子，哎，儿子回来了，闺女到现在还是没回来呀。别忙，快了快了。大兴第一次回来了，回来了呀，爸，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也有一件喜事。哎呦，什么喜事啊？今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好啊，真是大喜事儿啊！哎呦，哎，对了，这事儿咱们一定得清楚清楚。嗨嗨嗨嗨，我还有话说呢。儿女们工作挂红花，咱们家就是我全仗你呀、啊！一个忠诚就是干，一个个敢当，能去打到那时。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七十载栉风沐雨，伟大的祖国见证着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乘风破浪，直击沧海，七十载砥砺奋进，崭新的时代呼唤着奋斗者一往无前的精神。同心共筑中国梦，让我们共同祝贺新中国七十华诞，携手再踏新征程，让我们共同礼赞新时代工匠风采。